好，妈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刚才我的娘娘，他叫我帮他要龙俊硕的签名，然后给他的时候，他才给我嫌太小张。你以为谁呀？我帮你要签名已经不错啦，你嫌不嫌呐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有必要帮你要签名吗？我是牛，你是牛，对，没有，他就是比较混杂啦，混血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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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混，这应该是混非洲的。我不要，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团是老君，很常被突然忽略，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比较特别的角色，对，这样直接忽略的，对，直接忽略他。农历年有什么特别计划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就写歌，我应该会回高雄，然后也是写歌吧，对，因为都没有什么时间创作，那就是回去陪家阿妈。我今年会回花莲，就是休息，应该也不会写歌，不会干嘛，就是回去耍废。今年是已经有安排要出去玩，就是约上好友一起去郊游。我也是回去，就是展现一下自己这样。展现一下自己，不是意思，因为我个人，不是因为我个人，每次在过年的时候都，我回来了，每次过年，你在见亲戚就是有一点战斗的感觉，因为我们家的亲戚很爱就是比较互相的成就，是哦，你们都不会吗？可是你今年应该不用比较什么成就，可是因为那就是要回去，就说哎阿嬷好 ，Hello。眼睛好犀利哦，然后大家觉得说，哦天哪天哪，哦这样子的感觉，所以有点微炫耀的感觉。小儿子之前过年常常被比较，对啊，你们亲戚都不会比吗？哦，以前早期是比身高，比身高，真的啦，真的会比身高，你们这些高的根本就没有这个，我们就是被你们比。对，哎哎 ，Winga 175哎，然后还说哎。哎，我应该比你开关。我想说，好吧，不然就是用年收入在压大家。今年应该会发红包给大家。我每年都有发，每年都有发，但今年会大爆一些。几位数？是五位啊！我们家那么多人，六位不是破产？你们都不会包吗？我们都故意不去。你刚刚说今年会回去？就是我妈那边的，因为小孩太多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很，我们那个家，我记得我妈好像有，就是我阿妈有13个还是14个那种。好会算，很庞大的那种家族，所以我都不会去。哎，那封着怎么办？你红包是没得包。对啊，没得包。可以包，包给你们啊。老板，我就待在家好好写歌就好了。我们六位就好。然后那个没有来的三立想问说，那个小猪什么时候回归？你们会不要回答？谢谢小孩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祝他身体健康。